教你如何卖萌。首先下嘴唇盖着上嘴唇，咧嘴，然后睁大眼睛，最后一步歪头。没有人可以去等待，不知不觉地放开。天啊，原来是包贝尔和饺子在录制视频搞怪，乍一看还真的是以为包文婧和女儿在自拍，不少小伙伴们都调侃包贝尔和包文婧这么像，这大概就是夫妻相吧，只是不知道包文婧听到这话是什么感受呢？其实包文婧和包贝尔经常和女儿一起搞怪，画面甚是温馨有爱。教你如何卖萌，首先下嘴唇盖着上嘴唇，咧嘴，然后睁大眼睛，最后一步歪头。是不是开始羡慕嫉妒恨呢？是不是也想生个女儿来一起搞怪卖萌呢？为这有爱的一家人点赞吧。开始啊。 OK， 苹果 Apple， 两个苹果 I 两炮，大苹果 iPad， 汽车 Car， 火车